狂。你以为我们没试过吗？不能再有人为此牺牲了。将军才不是坏人，他保护了我们。都说了很危险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是船，看上去像是有人在等我们来。要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中开船吗？恐怕对方就是这个意思。各位，海岛的一切还是未知，不论面临怎样的挑战，都请谨慎行事，注意安全。别白费功夫。周围的雾气好像变淡了，果然点亮装置是有用的呢。喂喂，刚才奶奶给我一件礼物，你看到了吗？是这个，奶奶说它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，是我们祖先带到岛上的传家宝。对了，她还教了我一首童谣，我想想，好像是四野欢声淡风。收并蓄，别白费功夫。环境也逐渐清晰起来了，加油找出最后一座装置吧。装置全都找齐了，去高处查看周围的环境吧。
里的景色这么好。四盏明灯已经全部点亮，不知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考验。唉，天气真好呀，就算知道情况没那么轻松，也忍不住开始享受夏天了呢。可丽想去抓鱼。可丽，这里可不是蒙德城，请务必注意安全。哦，可丽知道了。小佩萌，等见到嘟嘟大魔王，我们一起说服他，然后就去抓鱼吧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嘟嘟大魔王究竟是什么呢？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，这么说对可丽或许不太公平，但我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你们，其次才是找到那个大魔王。而且突然的来信，常人无法抵达的海岛，一切未免太过巧合了。这样的邀请为什么会送到一个孩子手里？确实很不可思议呢。嗯，我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大家要不要到周围探险呀？派蒙说的没错，我们应该趁着天气转晴再次确认周围情况。就算是在陌生海岛上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可一点都不担心呢。哦，要不然先去游游泳吧。面对美景，芭芭拉还是那样容易松懈呢。旅行者，请你放心的探索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会及时赶到你身旁。只是但愿海岛上没有太多麻烦。Yeah.